我们亲爱的巴父神，今天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献上为活祭，让主你的名得着荣耀，一生侍奉你，荣耀你的圣名。我求告主你的圣名，求你以我的弟兄、我的姐妹、我的同工们、你的儿女们、你的仆人们，尽同在，让今天晚上这个案例里充满着恩高能力，充满着主你的荣耀。我求主你的灵大大运行在我们当中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突破，我们的侍奉更加的丰盛，我们的恩赐更加的扩展，我们的智慧更加的扩大，我们为主你结更多的果实，更荣耀你的生命。这是仆人在你面前诚心的祷告，我们合一的在你的面前，就是要追求更有果效、更合乎你心意的来侍奉你。我求告你的圣名，就赐福我们今天晚上的安利，从头直到末了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。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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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利路亚，喜乐吗，弟兄姐妹？感谢主啊！哇，今天我们来自不一样地方的人来啊！感谢主，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不熟悉嘞，弟兄姐妹，不熟悉无所谓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就是我们上帝的家，阿门吧！哈利路亚，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家，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，阿门。